做个采访吗？哦，我太丑了。没事没事，不会不会，挺好挺好的，挺好。没事没事，可以吗？不是，你这脚就放着挺好的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教的这种。我是做那个，你知道哔哩哔哩吗 ？B 站。回头你百度，我就不给你解释了。我给就是，这不新年了嘛，然后我就转转车上问问大家都在干嘛，因为这个时间人比较少了。对。就是，我想知道大家在车上都干嘛。就是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啊，就是你可以回答，也可以不回答。啊，不方便的你就告我不方便就行了。那个美女做什么工作了？收银员。收银员啊，是超市还是？酒店。啊，酒店。OK。然后您这是回家吗？对，回家过年。啊，那你走的也太晚了。也没办法，假期就排到这儿了。啊，然后你们什么时候上班啊？我是初六。啊，那还行，能玩一段时间。对。那您方便告诉老家是哪儿吗？大庆。啊，大庆好地方，我去过。挺好挺好的。那你这个是直达是吧？对，直达直接啊，明天早上到也是。嗯，明天早上八点钟啊。然后就是你可以对这个机器说点什么想说的话，就是新的一年希望自己有没有什么愿望什么的可以说说。你说这个估计有十万人能看见啊。啊，估计有十万人能看见。你是从抖音吗？还是不是不是不是，哔哩哔哩比抖音高级啊。随便说，没事儿，随便说。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吧，就是稳重一点。啊，稳重一点，就是啊，别太那么小孩了。啊，就成熟一点。还有呢？还有，随便说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希望我在2019年找到个对象。啊，哎，你一说这个话题，大家肯定就是比较关注了。其实长得挺好看的，你可以把那个口罩摘下来。我觉得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挺好的。啊，哎，我觉得你袜子挺好看的。哇，来放上面展示一下。对，大家肯定对你这袜子特别感兴趣。哎，挺好看，挺好看的。对，你刚才从那边过来的时候，我就是看着你袜子好看，然后我才。就是我看了好多人，对，我就没有什么采访的欲望，就是看着你，我就觉得挺好的。看，终于看着个女生了。那个，对，你这么说也对，对，哎，说一个你的理想是什么吧？我就问一个这个。我理想，我是想当一个糕点师，做蛋糕。啊，对。哎，我接触过这个，我就是做糕点的，我给他们拍广告，就是哎，对，我觉得。招学徒啥的吗？脸上工作了，好像找我。哎，我给你可以给你介绍，真的。啊，一会儿加一下微信。他们那块就是糕点师都是俄罗斯的，我觉得那块学一学能挺好。对。说一下你那个未来那个找男朋友的这个标准。就是想找一个对我特别特别好的。对你特别特别好啊。对。那怎么才算特别特别好啊？就是把我当小公主一样宠。啊。OK OK。这很简单啊，你这个要求根本不算什么要求啊。但是要想一个人就是一如既往的对你好，也是啊，挺那啥的，挺需要耐心的这种。明白了。要一个阳光一点啊，阳光一点。对，我不要那种一天死人脸的那种。身高体重有要求吗？身高体重，身高的话最好是，就是反正不是特别太大的要求，但是一定要也。你觉得我这么高行吗？行，体重也行，啊、加微信吧。行行行行，加一下。对对对，直接打应该能出来。这个。哎，对对对。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。对，然后还挺快。然后你可以一会儿关注一下。我这算圈粉吗？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好了！好，我又多了一个粉丝。哦，咱俩微信连一下，我会发给你我的频道啊。嗯，好。一定要支持我，我也支持你了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耶！一定会成功的。好，握个手了。握个手。得让看见。嗯。好好 ，OK OK。好，谢谢你， Bye、谢谢你，跟大家，哎，对，跟大家说个什么拜年的话之类的。祝大家在2019年。然后不
能说是发发发吧，太俗了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但是能发还得发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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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说一下那个2019年有什么愿望，来，新年有什么愿望没有？2019年呢？对，放心大胆的说，没事。2019年我就希望我媳妇儿有个宝宝。啊，好，这个非常好，这个是个正事儿，我觉得。请您仔细检查一下行李架上、以往物上以及坐席上下的物品是否都带齐全了，不要遗忘在旅车上。大庆车站快要到了。我能打扰你们一下吗？问问你们2019年有什么愿望？我是哔哩哔哩的，做一采访，随便说。2019年愿望，驾照考下来。啊啊，你呢，帅哥？我希望家人身体健康。啊，太简单了，说点大的有没有？你希望赚钱？多挣钱。简单粗暴，就喜欢你这样的。祝你俩新年快乐啊！拜拜。你也新年快乐。不好意思。哔哩哔哩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非常简单。我不想上镜，谢谢。啊，好的，好。哎，你们好，打扰一下，我是那个哔哩哔哩的，我能采访你们一个问题吗？你们是一起的吧？不是，我是旅客。我们这会儿那个工作人员。啊，你是旅客是吗？我就不耽误你一分钟。他是旅客。到底谁是旅客？你是要采访旅客吗？就是随机的，就是随机的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吧，那个帅哥，你2019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暴富。暴富啊，这个简单粗暴。美女，该你了，告诉我你2019年的愿望就行了。领导升职加薪给我们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看来很害怕这东西啊。啊，好，再见，谢谢你。那个帅哥你好，我是哔哩哔哩的，我能问你问题吗？非常简单，一分钟啊，能不能说一下你2019年的愿望？我想长高。啊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？随便说，没事。我想坐头等舱。啊，这很好实现啊，你没问题。喜欢你的简单粗暴啊。行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祝你新年快乐。祝你新年快乐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那2019年有什么愿望啊？2019年。对啊。是，工作顺利吧。啊，还有呢？太简单。就是工作顺利。那个、啊，好的，好的。你这球鞋挺好看的。啊，球鞋一般。谢谢谢谢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祝你新年快乐啊！谢谢，拜拜。说一个2019年愿望行吗？怯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新年快乐啊！
23,000花的值了，带着这个和这个，然后剩下的扔掉。对，那时候就叫他拍不到，带两个，不是滚犊子吧？这就不错了，操！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，用不着。对，一个小的，一个大，对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跨年了，快点！时间越长，哎，你这个墙纸挺好的，这是啥？咱们天啊，跨年了，跨年了，跨年了。完全没人。保安中心，此站可到。